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为人医，守护爱》，我是梁宗兆医师。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护理部主任张淑娟主任来到我们现场。张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哎，全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在节目进行之前，首先介绍我们坚强的科研团队。首先是我们的陈培荣副院长，嘉义科的王英伟医师，谢志刚医师，一般外科的叶伦斌医师，急诊部的苏宏元医师，以及复健科的郑宏玉医师。观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call in03-8561-337。张主任，我们知道哈，五月当然是母亲节了，对，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哈，5月12日是的护师节嘛，护师节，对。那刚刚这好像有点雷同，我们知道妈妈哈就是非常爱心呐，然后其实很多的特色，那护理呢当然也有这种的特质，他们需要哪些的专业的特性呢？哦，那个需要很多的专业训练，所以除了基础教育以外，以后到了临床或是到职场上，都还要持续性的一些继续教育。对，我们知道哈，护士大家看到以为只有病房可以忙，其实护士哈在我们的医院里面呢，占有其实在开刀房也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来看这一段 VCR。开刀房给人神秘的感觉，能不进去就不进去。但是开刀房的护士们却是待在里面时间最久的一群人。徐淑华是花莲慈济医院开刀房的护理长。这一天早上，他安排了一堂课，利用病患来上刀前的20分钟，由神经外科的护士分享使用这一颗医疗器材的注意事项。开刀之后呢，台上的刷手会给你这个透明的盒子，就再请你把里面的药水打进去上面。然后台上的刷手就会用这一支管子，没有刻度的管子，把药水抽出来，两只互打，很琐碎，对啊，所以要记住很多的医师的习惯、术式，他整个的步骤应该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帮大家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list。徐淑华说，从小就喜欢护士穿白衣服的感觉，五专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花莲慈济医院开刀房。然而工作3年后，家人希望他回家乡台南，淑华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涯，于是离开花莲再进修。学校所接受到的手术室护理嘛，或是都是很基本的，那医疗是日新月异的，那要再次的吸收薪资，所以就会选择说好，那再回去进修这样子。在完成二技学业后，淑华依然选择回来花莲慈院。除了与同仁感情和谐，这里更有不同于其他医学中心的学习空间。参加协助大体模拟手术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因为其他医院的话，可能只是医学生他参与而已，没有让护理人员去协助参与。可能在上刀当中，医师没有办法跟你解释他在做什么，对，可能就是你事后问。可是，在模拟手术当中，医师在教导学生，我们也可以学习器械的方面，可能学生不熟悉，我们也可以指导教学生这个器械的叫法是什么。嘉欣有没有上去吃？中午时间开刀房是没有中断的，淑华必须维持每一台刀人力的顺畅，也要让大家轮流吃饭。花莲慈院平均每个月1600台刀，开刀房注重团队互助合作。医护人员除了熟悉各种术式需要的医材，也要与医师培养默契。有时医师在高压的环境下难免急躁，然而完成一台刀的同时，医师也将护理人员视为最佳伙伴。从他们工作的内容还有工作的时速来看的话，哦，这个是值得称许，而且是非常觉得说，哎，这样干嘛呢？因为大家彼此之间工作时间久了，产生很多的默契，甚至呢，有很多的事情是不用讲，很多事情他们会主动自动自发的来做。当他听到有一个重要的手术要执行，他的确需要人手的时候，很多人他是二话不说都愿意出来，这倒是让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2003年，慈院第一对连体婴慈恩慈爱的分割手术，淑华在大爱台分享她的心情，而她的爸妈听到许多来自亲朋好友的赞许，对于心爱的女儿远在花莲的情况，渐渐从反对转变成与有荣焉，也让淑华更安心在这里服务。
因为你的工作还有你可能的表现让他们很放心，他就觉得你在这里是很 OK 的。有一些事情他们从媒体看到，他们觉得他们与有荣焉。假日的淑华从过去一年一次的出国旅游转变成参加慈济国内外的义诊活动，内心的丰足感是不可言喻的。跟一群志同道合人一起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很快乐。护理长还有许多行政工作，淑华通常安排在下午进行。像这一份病理检体标签不明，他就必须一一确认才能送出去。严谨的立场，温柔的态度，在细节中展现专业，是淑华对生命的尊重与自我要求。好，拜拜。张主任，开刀房护理师很多工作嘛，他们的特色是什么？对，开刀房里面没有家属。OK， 那病人是被麻醉然后就昏迷了，对，所以是完全是依赖医护人员。那这个时候呢，医师他很专心的在开刀，可是护理人员就是要保护这个病人。那除了协助医师顺利的这个开刀的进行之外，他同时还兼具保护病人的这个作用，所以在过程当中是取代家属的责任了对，非常。那我们还有看到像刚才淑华我们的护理长，好像就是尤其在花莲那种医学中心常常就需要去进修再回来，是不是常有这种现象？对，因为护理的工作其实是充满了挑战，对，所以有很多时候会觉得说，专业上面不足，还需要再更精进，所以他们都会利用这个机会利用机会，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后再去进修这样。因为我们在这里很久了，然后也看到很多同仁回去西部进修以后又回来，我想花莲一定提供很多非常好的挑战跟环境给他们，是不是我们这边的护理环境进修的管道非常多？对，我们这边有技术学院，慈济技术学院跟慈济大学的护理学系，所以他们不管是专科毕业以后到二期进修，或者是说大学毕业以后要到研究所进修，这边都有充分的管道可以去进修。对，而且我们也非常鼓励。对，刚才看到那淑华有分享，他在那个就是大体模拟手术对里面可以学到很多，而且可以教学相长。这一段护理部怎么会这么样的在支持这个活动？对对，因为从这个大体模拟手术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可以从大体老师去学习他的这种典范。那我们也是鼓励护理人员也跟着医师医学生一起去学习，去从中去体会，那这个是一种人文的一个教育的过程之一，所以我们也是都有让新进的护理人员也去参与。你知道慈济有四大志业嘛，是医疗是其中一部分嘛，那我们医生那护理也占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张主任，你在护理从事多久了？三十年，今年毕业三十年。大家可能不知道他已经做阿嬷了，恭喜你了那我们知道三十年你为什么还坚持愿意还在这个临床的工作上？对，其实，在很多年前，我刚当护理人员几年的时候，我就有点倦怠感，想说不要再当护理人员，转换跑道。结果呢，就听了一次课，就有一次课老师在讲，有一个老师他上课就讲慢性病人的无力感。然后我一听到那个无力感，我就想说，那病人无力感的时候，那如果我不留在病人身边，那这样子的话谁来支持他们？所以那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打定主意说我一定要留在临床，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离开过临床。这是我的观察了我好像发现容易感动的，你看一句话你就感动，一感动就三十年。你们护理人员是不是比较容易感动感性？可是那是因为护理人员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对，因为我们从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会去发现很多的，就是从病人或者是家属或是说我们从中去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会有很多的感动。对，包括我们现在在慈济里头就有很多的志工，更是那种精神你会更感动。对，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接到开刀房病房急诊其实都很忙，可是呢让他们走下去的动力是什么？我们来看这段维西亚。清晨六点，旭日的阳光温柔片洒大地。花莲慈济医院血液肿瘤病房里，大夜班的护理人员黄胜兴还忙碌地穿梭在病房间，大部分的病人还在睡梦中，而胜兴已经看顾他们一整个晚上。他
还蛮忙的呢，但一般还是有很多药要给啊，血压，然后病人的发烧，他们固定要量血糖啊，量一下体温啊。有时候他们睡觉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发烧啊什么的。血液疾病的病人打化疗啊，看到我们一直量血压、量血压，因为人免疫力差的时候，除了会烧啊，然后心跳什么都会有变化。对，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血压去看到说他是不是正在败血性休克什么的。脸上略显疲惫，但当病人按铃，盛兴依然快步过去。24岁的盛兴，4年前台南护专毕业，就选择来花莲慈院工作，期间回家照顾生病的妈妈而离职将近1年，并在安养中心工作。在妈妈身体健康状况稳定之后，再回来花莲慈院，因为他认为医学中心给他许多临床学习机会，并且鼓励他在慈济技术学院进修。五专跟大学的东西还是有教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那时候五专大学东西没有学到出来，其实有点吃力。对啊，然后我就会想说，那回去看看我没有学到的东西是什么。深呼吸。痛哦，对不起。因为从小看着父母生病的苦，盛心对病患很有耐心。他感恩父母给他健康的身体，虽然目前上大夜班又要念书，但盛心很安心的在花莲这个温馨的环境学习成长。同一时间，在花莲慈院的急诊部，来自高雄的护理师陈永富今天负责外科病房，他迅速地遵照医师交代的医嘱服务每一位患者。急诊室里的患者与家属大多痛苦焦急，护理师除了动作要快， EQ 也要好，不能慌张。我会先去帮你配对，我会帮你配大分。什么状况？有比较紧急的病人需要进来这里。哎，准确是多少啊？90。EKG 先来哦。抗压性比较强，对啊，然后就是爱靠大，哎，不爱偶一偶一上来，就是断手断脚啊，然后头那种，那个都就是要很大的胆子，然后就是动作也要快啊，不然就是人家那么多病人，就是一个人有时候要照顾十几个病人，头脑要很清楚。再传。辅英科技大学毕业的陈永富，20岁时来到花莲慈院。年轻的他曾经不适应急诊高压紧张的气氛。听说你曾经过度换气，对，很紧张。嗯，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可能太多人，然后就会很紧张，然后又坐不来，所以就会很害怕。到院前死亡的病患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希望可以多一个人进去，也不是帮他，其实那时候能力也很够了。那其实主要是做陪伴的动作。23岁时，永富考上差大，离开花莲慈院就读台北医学院口腔卫生系，也曾到澳洲在餐厅打工，但是内心止不住对护理工作的呼唤，他想把快乐带给病人。当我就是成就感没有那么大，就算很快乐没有错，可是相较之下，在医院里面就是比较有成就感，是真的。阿妈跟前面聊。再次回到花莲慈院急诊的永富，不论在技术和情绪的控制上，都提升了自己的专业。他都把上人视为偶像，所以他就是回来这边，他觉得心里很安心。有好一点吗？回来之后没有很久，他胆子也变大了，在这里很熟悉了，适应的能力变得蛮强的。就这样子。虽然护理人员的工作繁重，但永富觉得这里人情味浓，大家会互相帮忙，只要心情放轻松，他选择快乐过每一天。对，我现在去哪里？回家睡觉。拜拜。张主任，我们知道护理师有很多不断的有一个病例病人，又要家属，还有很多杂物，那压力是非常大的。那怎么样来纾压？对，因为压力很大，其实我们有很多种方法。有时候我们会在护理部就会办一些活动，让同仁来纾压。像上一周我们就办了卡拉 OK 比赛，那他们就这样哦，这个非常的放松，这样，那再来就可以面对每一天。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很多的压力就是来自于说，可能他能力上面会觉得说好像应付不来，所以他就是如果再精进，
好，我们就提供给他一些进修啦，或者是有一些在职教育啊，让他的能力可以增强的话，他自然就可以对抗这些外来的一些压力跟挑战。对，刚才盛馨是在血液肿瘤科嘛，新复兴在急诊嘛，哈，那他们的专业哈，因为护理是强调非常专业的，然后他们的专业的重要性在哪里？对，这些专业其实每一个行业都需要有专业，那其实我们护理人员的那种专业的话其实很重要，对于病人安全，如果说护理人员的专业性不够的话，其实病人是很危险的，因为24小时都是护理人员在旁边照顾，所以如果说一有什么样的状况，护理人员可以评估到病人可能会有的一些这个危急的状况，我们马上就可以做适当的处理。对，刚才血压稍微小的变化，因为他天天在量，他最清楚嘛，对，可以提醒我们的医务团队了。错，刚才盛馨跟永富哦，他们都有短暂的哈，有离开过护理工作嘛哈。我知道我们慈济医院有一个很好的特色，就是在这种短暂回来，怕技术比较生疏嘛，好像有一些辅导的机制啊，或者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说明一下？对，我们对于说，如果像他们是还好是短暂的，短暂，并没有说很长。像有些护理人员，可能他离开很久的时间，去生小孩啊，带小孩。对，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些新的方案哈，就会跟学校来合作，他们可以先到学校，然后先去复习一些他们的技术，然后再回到临床来，实际上去坐在病人身上，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担心。害怕，对，因为离开太久了就会害怕。还好我们有技术学院跟我们的大学可以 back up。对，其实张主任呢是最好我们的典范。我知道你一边工作，后来去念书，你看念到博士，那你们是就辛苦哎。不会啊，很快乐啊。就是从中学习哈，从中得到乐趣。因为你每次去进修，再去精进自己的时候，会让自己更有能力去面对更多的挑战。对，我们在护理哈，要面对生老病死了哈，所以。安宁的缓和病房也是你们重要的地方，我们来看这段维西啊。陈湘君是花莲慈济医院心联病房的护理师，推着放满纱布药材的推车，要去照顾一位已经5度进驻心联病房的病患黄瑞昌。你比较怕冷啊？我还想说今天天气比较好一点的呢，比昨天好。对，我昨天过一寒。哦，一寒。一阵。两个上下牙齿在打架就对了。打架。心联病房不以积极治疗为主，而是提供病友舒适护理，满足癌症病人的需求，帮助疼痛控制。湘君知道黄先生的双脚肿胀，特别为他安排精油按摩。很多，当然，开玩笑，我昨天还给你用精油呢，这样才有脚才会消，要把它打开，帮助那个循环的呢。不然我们每天最大的功课就要把你们逗笑啊。对啊，除了处理身体的部分，我们要让心情很愉快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愁眉苦脸怎么行呢，对不对？很不错，很不错。耐心加爱心和同情心。还有少了实际还有什么？还有慈悲心。慈济技术学院护理系毕业的湘君，毕业后到花莲慈院血液肿瘤科病房工作。3年后，因为职业倦怠离开职场，一边在诊所打工，一边准备考差大。一直在病房轮班的时候，其实是觉得太辛苦了。在那个时候，觉得压力太大的情况下，就想说啊，算了，我就顺势我要去念书，我就先离开。等一下，好了，先打止痛针。沉淀将近1年的时间，湘君发现自己在医院才知道什么是护理人员。在大医院里，虽然忙碌，却忙得很有成就感。等会过来，不，走。别的工作领域，其实成就感得到的是真的就没有像在医院在病房得到的成就感。因为工作没有成就感，其实会很难维持下去啦。其实我们都是做到该做的事情，那只是病人或者是家属，其实他们真的是很由衷的感谢那个对我来讲，其实就是非常的力量，非常的大啦。嗯，又丢啊。拉到。湘君说自己不是爱念书的人，但是很喜欢照顾病人，碰到疑难杂症就去翻书找资料，而且动手做过就不会忘，
因此他重新回到花莲慈院，转而投入心莲病房的护理工作，到现在已经4年了，与病人的互动与回馈让他乐此不疲。有的病人是越难照顾，就想办法征服你，嘿，把你照顾得服服帖帖的这个状态下，那有时候我就会付出更多的力气去照顾他。或许家属就会觉得，哎，你好像不太一样。所以有些家属他们没有说过非常多的东西，但我觉得他们就是谢谢我们照顾他。等换班哦，晚上换我啊。这一天值小夜班的湘君提早到医院，在正式交班前，开开心心地跑去跟病人打招呼。换班啊，我班长你不过来困。我们帮病人去建立他们跟外界的一些接触这个部分，因为有的病人在住院的期间会越来越把自己封闭起来。交班的时候非常热闹，护理师们聚细弥疑地提供他们所观察到的各种状况，也会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做对病人最好。阿公的心愿是不要插管，不要电击。工作环境虽然没有改变，依然要轮三班调整好自己的身心状况，湘君用最大的热忱面对他的工作，他相信病人可以感受得到。张主任，我们知道护理师常常面对死亡，那这种怎么样学习这种面对死亡的态度？对，我们其实我们护理工作的从事护理工作会常常面对到生老病死，对，所以我们自己都要准备好。那有时候我们会提供悲伤辅导，然后让那个护理人员就经历过一种失落，去想象他如果失落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那有这些训练之后呢，他在面对这些病人的时候，当然啦，也要看他的经验，那个经验越累积越多的时候，他就越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对，尤其是缓和病房、心莲病房，常常要面对这个。我想护理部还有我们医生一定给很多的支持了，非常多。对，我知道很多就是有时候看到这小女生嘛，才有的20岁就开始做护理工作，难免有情绪。好，那有时候看他们掉完眼泪擦干，又继续来跟病人奋战了，应该说服务了哈。那护理人员的情绪哦，该不该有情绪？有时候真的是很累很累啊。其实护理人员是可以有情绪的，只是说那个情绪之下，他还是要理性的去继续完成他的工作。这样。那我们常常在慈济就有很多可以用那个上人的静思语啊，来勉励自己哦。看待任何事情的时候，用正面正向的态度来看待。那这样把自己转念了以后，有很多时候负面的转念变成正面的哦。那自己的学习是相当多的。对，我们知道最近护理师的人力是就是非常紧嘛，对，尤其要调整，那护理长都会非常伤脑筋，要调三班，对，然后就白班、小夜跟大夜。对，这个张主任有没有什么建议？我们现在其实我们都会有包班制，好，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可以调整得很好的，他就可以来包班，那给他们比较多的这个津贴。对，那有人包班的话，就有些他的需求就是要白班的话，那就比较方便，可以有白班的这个机会。所以有些他要照顾家庭，可以各取所需了。对，我知道我们现在5月12日是国际护师节，那当然我知道我们国内的护理同仁其实都有南丁格尔精神嘛，对，也是你们的典范嘛。今天其实很高兴我们张主任把这么好的护理经验跟我们分享，谢谢。谢谢你，谢谢主持人。